你没事吧？哦，一件旧棉袄，这是谁的呀？又脏又臭的。小霍，你又上货了，爹回来肯定赏你个小佛头。是谁要赏佛头啊？爹，爹爹，您回来了。来，给爹看看。爹，这件是谁的棉袍呀？这么小的棉袍是哪个传的呀？都这么破了，咋还留着呢？爹，爹，爹，您在想什么呢？那么，今天晚饭前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吧。夏秀才破布头，一到冬天不出头，喝你娘的粥，穿你娘的袍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看他那穷酸样，穿的跟个叫花子一样。给考官推荐卷子的故事吗？明天恰好是你第一次考童子试，好兆头呢。哼，哥哥，我考的是真才实学，才不考什么投机取巧的法子呢。哎呀，明儿还得早起考试，快睡吧。嗯。夏秀才破布头，一到冬天。参加童子试的人往这边走。啊，新衣服真暖和，穿着新衣服考个好成绩。哎，等等，穿成这样也是来考试的吗？真是不成体统。好了好了，傻孩子。
事了吗？后来啊，这个小男孩穿着新棉袍，不怕冷了。他不仅考过了童子试，还考中了秀才，考中了进士，到了北京做了官。再后来，他就有了四个像你们一样的小顽皮鬼。子户，爹爹说你呢，你才是顽皮鬼。孩子们，看爸爸喽，好丰盛啊！等一下，让我先吃，先吃我的，我这块最好吃，我这块好吃。这几个孩子竟然是怎么了？